大家好，我是老段。昨天呢，我一个朋友接到了四川成都那边打来的一个电话。那个人呢说他是一个模具厂的技术采购，厂里呢想要再买两台1165的加工中心，可以发货前呢付95%，余下的5%呢3个月得付清。后来啊又加了我那个朋友的微信，在微信上面呢，他把厂里的一些资料啊，像营业执照啊、车间里的一些照片啊都发了过来。他说去年呢在东莞成功呢是买了几台机器，机器呢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没有收到返点，说经销商没给，所以呢今年想要换一个供应商，想来东莞这边现场看机，要他们呢报销机票，让他们把这个机票钱呢给打过去，然后呢他们会安排人过来现场试机，试好了以后呢就拿走。那我这个朋友呢心里没底啊，所以想来问问大家这个机票钱要不要打。